你怎么坐这儿呢你啊？啊，你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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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以为你是领导啊？我是领导他妈呀。外面的工作都做完了，来来来，赶快休息休息啊！来歇会儿。少啰嗦，你干什么来了你？没事坐坐，看看你会不会抓别的无辜少女。我从来没冤枉过一个好人，我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像你。你以为能抓坏人的就是好人啊？那可不一定，像你。哎，我干过坏事啊？啊？那当然了。比如威胁和跟踪拾金不昧的好少女。你拾金不昧啊？我不跟你说这个。哎，我威胁你什么了？威胁我不许撞你妈，说已经知道了我们家的住址，这典型的黑社会语言。行行行，你少啰嗦少啰嗦，什么事快说，说完赶紧给我走人。哎呀，我看呢，这时间已经不短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工作呀？该你的，我凭什么给你找工作呀？治病救人。行行行行行行。哎呀，你也不用太着急。哎呀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，经常来这儿转一转，检查检查工作也不错。什么什么？经常来这儿，啊？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明儿见。给我回来！我拿工具去了。嗯，修修修。修吗？行了，哎呦，一点都不吓人了。你看这，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不是长大了？小的时候你问问你妈，我一吓唬你，吓就往被窝里钻，你还吓，还吓。不是你老看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？你比比划划，张牙舞爪的，有嘴不说话。你说，真的，你演出的时候，二叔从来都不愿意看，我不用，没劲。真的，哎，踢球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是不说话，一说话就骂人。你别听他骂人的，你听解说员解说啊。哎，哎呀，别进球了，进球了，你别踢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你踢的。那谁也别看了，谁也别看了。哎，你看你们俩没大没小的，来来来，谁都别看了，说实话多好。哎，嫂子，我觉得啊，
就我个人觉得啊，踢球也好，这个跳舞也好，这都属于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行当，真的。对，你像你学一些这个电脑，嗯，还有外语，那都比跳舞强。你说的早吧？就是啊，还就是，当初就你们两口子，我跟你说，同意这个小米学跳舞，我不同意，真的。告诉你，小米，哎，你爸和你妈把你害苦了都。我们俩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吗？还有有，太严重了！你还真是，跳舞有几年的生命力啊？啊，人一过三十，能跳得动吗？再一胖点，能行吗？再说你改行，你说你干啥去？你啥也不会呀、啊，谁要你啊？哎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爱人去跳舞的，那还是芭蕾舞团呢，主演呢，现在怎么样？不到四十，团里劝他下岗，哭啊！一天天求这个求那个，没办法，谁也不要他，他啥也不会啊，只能到剧场收票去了，惨死了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就那谁，那个，那就那谁谁那个，我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。哎，小敏，对了，二叔给你介绍个好工作。齐队说了，要给我一机会，和你一起执行任务，我还以为他骗我呢。跟我出来有什么好处？除了瞎跑，还得在这熬夜。哎，我不怕熬夜，真的，我经常在家打电脑，睡得特别晚。你也上网了？啊，不是啊。我在家打材料，所以睡得特别晚。这工作怎么样吧？有意义，而且有干头啊，是不是？这工作就是你干到老退休了，单位也得把你返聘回来。对，真的，小敏啊，只要你答应二叔，明天就开始招数给你办，行不行？小敏，我告诉你，你二叔说的有道理。咱不跳舞了，那有啥好跳的吗？啊？怎么今天你们老劝我改行呀？这不说话说的了吗你？就是啊，反正你们说的工作我一个都不喜欢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跳舞。我就是每天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工作呗。我得上楼去看看。上来了，哎，孙队呢？我哪知道，我又没替你看着。哎，你不好好执勤，瞎溜达什么呀？我看你一个人在上面挺闷的，过来陪陪你呗。看我干嘛呀？咱俩平时也难得有这机会在一起，过来跟你聊一聊。少贫嘴啊！我可告诉你。这外事任务出点问题，咱亲戚队谁负责任、啊？还没那么严重，人孙队刚才还说。孙队说什么了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翻过一个案子，也是在宾馆，下半夜啊，开了一辆出租车，下来两个客人喝得醉醺醺的，下车就跟司机吵了起来，这饭店的保安就过来劝他们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出租司机跟他们是一伙的，又跟保安吵起来了。
那两个客人就溜进了饭店的大堂，一个假装到前台办手续，另一个进厕所把一个服务员给杀了，又换上了服务员的衣服上楼到客房把一个外国客人给杀了，拿了钱就跑了，知道吗？影响特别不好。你说你头晕，我怎么就不明白当初把他就叫秦炳队了？你呀、就是狗得才上不了席，给你个机会下耽误功夫。你呀、你连昨天晚上国奥队那球你都不如啊！你啊，我啊没指望你给我进球，我就让你给我守住，守住你的好，自摆乌龙。你可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试试你不用给我惊喜，但是你不能像国奥队似的总给我惊吓呀，你。肖局来了，在办公室。气死我了！都干自己的活，去吧。都忙自己的。上你这凑人跟你干活去。七弟，这次事儿太大了，人家酒店现在告到市里面去了，要求我们赔偿一切损失费。我看这事得严肃处理。什么损失费啊？那生意人就是贪财，多大点事儿？你说事儿。但影响太坏了，我看王警队别在刑警队待了，把他调走，咱们另外安排。我看这回刑警队我是待不下去了，你看齐队那样子就差没把我吃了。不会，咱们刑警队的人无论是谁都不会轻易调走的，别胡思乱想。现在关键是要吸取教训，把出事的前前后后好好的想一想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。齐队他不会饶了我的。你因为这点事儿你就给人调走，你让他以后怎么见人呢？你另外这小子有这小子长处，你没发现？你总得给人个机会。哎，怎么说还是年轻，我再带他一段时间吧，肯定没问题。你看看，你好像不相信我似的。那中国队总说冲出亚洲，冲出亚洲怎么了？那不也没戏吗？你怎么能慢慢来？你这……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理吧？你看看，刚才我不是批评他了吗？哎呀，这儿疼！我当时一看着那情景，就想起刘芳给我讲那个案子了，我也紧张。就把两件事儿叠在一块儿。哎，齐东，都怪我那天。也不怪你，在咱们刑警队什么案子没见过，什么案子没听说过，这所谓经验就是见多识广，就是要多参加实战，要寻找机会锻炼自己，在实践中去解决问题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有些问题不光靠练能够解决的，
比如说你一登高就头晕，一见血就恶心，这些都是心理问题，你应该找一个心理医生去咨询一下，这问题肯定会解决的。你说呢，刘芳？你们心里得该满足了是吧？蒋也拿了，功也立了，也破了不少疑难案呢。那刑警队不破案子干什么？那活一天就要破一天案子吗？不是我给你施加压力，齐天，这枪案一天不破，我的日子就一天不好过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市局有很多人在说刑警队，你知道说什么吗？说刑警队一天到晚进抓拿气枪打人呢，啊，小偷小摸啊，那都是派出所能干的事儿，要刑警队干什么？刑警队要抓大案要案，要加大力度，要下大力气。行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抓紧时间，行不行？你弹药没有啊？喂，刑警队。哦，齐队，你妈电话。你挂了，不理他。哎，是你真吗？哎妈，不，我刚才以为那什么呢？啊？哦，我没忘。那这样啊，妈，你，我马上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哎。妈，怎么回事？那什么，今天是欢欢的忌日，我差点没给忘了。你说，我走了啊，快走。我说啊，你那个胃啊，你别老吃药，你得拍拍片子，你怎么老这么走？以为今天您不来了呢，能不来吗？都是铁子磨磨蹭蹭的，我还怕呀碰不上你了。平平，你这脸色可不像以前了。我今天还特意化了点妆呢。妈，我是老了。哼，就瞎说，在我跟前儿还能老到哪儿去？行了，别叨叨了啊！没跟你说，我呀，就是想跟平平唠叨唠叨。欢欢，这都五年呐！咱娘俩就见过五次面，每回都是忙忙乎乎，也没说上两句话。平平，妈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。妈，我知道。妈，你还好吗？好。平安，妈见着你啥都好了。妈，您的好像腿又犯了吗？哦，对，我前两天认识一个老中医，他治了好像腿效果挺好的。
我跟他要了你的名片。哪天让铁子带你去看看去。哎，妈记住了，难为这心细呀、啊，想着妈比铁子强。没事，我先过去了，啊，我陪你去。谢谢你啊。你别忘了陪妈去看病，你要没时间告诉我一声，我陪她去。那我走了。谢谢你啊。离婚前我就不同意，你不能把欢欢出事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。不管咋说，他是欢欢的亲母亲，那心情跟咱是一样。嗯，铁子，听妈的，你得原谅他，不能让他背这么沉重的包袱走一辈子。不公平啊。哎，最近你都忙坏了吧？对呀，忙死了。哎，小敏，听说那个男的经常来看你，他还好意思来？帅不帅？再帅啊也是个坏蛋。你别打岔。哎，这些东西都是他送你吧？你们提他干嘛呀？他是不是想追你啊？浪漫呢？你想，一个男人伤害了一个女孩，然后这个男人又用爱情来安慰他，这一枪当时就成了爱情的利剑，把女孩的心都融化了。你们两个是不是挨骂了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连正眼都没瞧过他。对，就不看他，这种人不配有好脸色。他这是送再多的东西，小敏的腿不能再跳舞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跳舞了？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小敏，来客人了。小敏，我们走了，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不舒服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毁了我，你把我毁了，你滚！啊，小敏，我知道我……你给我滚啊！你听我说，你冷静。我不要。
么了？这是肖局长，我不知道，刚进去，这东西就砸过来了。小敏呢，大概受点刺激，你以后就……啊，当然，你的心意我们是理，但是呢，以后小敏的事你就不要太费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以后再联系啊。啊，肖局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他负责到底的。是不是再也不能跳舞了？小敏，听爸爸说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喝着呢，北野一样。呀，齐队，走走走走，来来。喝酒你怎么不叫一声啊？我拿个杯子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来吧，看在我给你当队长的面子，干一杯吧。你都给我干了！哎，怎么样？你这不喝酒的，让我这么一逼，不也喝去了吗？是事儿啊，都得有点压力，你知道？你像我骂你，就是想给你点压力，你知道？想让你成事儿，希望你有出息。你像咱们刑警队出去这些人，个保个都响当当的、硬邦邦的，你调到哪个单位，那都是楷模，你知道吗？人肖局说了，这次啊，就想把你调走。我不去办军检。我没同意。去办军检。因为我相信你绝对会成为这样的人。那是我叫你的。我不常说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也别想难倒我。这把货行了，输了。因为我们是警察。拍电影啊。哎呀！行，你慢慢喝吧。走了啊。给你烧的骨头汤，那可是养腿的啊！来，你
你老这样不吃饭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小明，小明，爸爸过两天就到上海出差了啊，你想要什么东西跟爸爸说啊，要什么都行啊。我要你惩罚李小芳。李小芳不是已经惩罚了吗？啊，拘了留，罚了款，啊，赔偿一切医疗费用，啊，他还送，他还送东西，我们不要啊。那你说还怎么惩罚他呢？我要你打断他的一条腿。那爸爸不就犯法了？小明啊，你怎么那么孩子气呢？那可是执法犯法。你什么时候打断他的腿，我什么时候开始吃饭。你现在就是打断我的腿，我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啊。这样，明年开春吧，我一定把钱打到你账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李小芳还是讲信用的嘛。行行，那就这样。哎，好，再见。他妈的，这个老狗日，要我的利息比高利贷还厉害。你别理，哪天急了把他灭了。哎，大哥，那边来消息了，问咱们要不要他们的货。什么货？不行，现在查得太紧。哎，这次报价特别低呀、啊，转手翻五倍的赚。抓住了翻十倍都没用，这事你得听我的，千万别眼红，等过了这阵再说啊。哟，徐大姐，于经理在这儿啊。您好。哎呀，我每次看见您呢，这眼睛都是一亮，您总是这么光彩照人的。嘴这么甜，来总公司蹭钱来了吧？哪能呢，我哪能老麻烦李总，我就是来看看您。行了行了，李总，什么事儿啊？给小张开张支票，让他去买辆轮椅车。好，我去办。好，谢谢。你坐啊。哎，大哥，嗯，你对那女孩过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嗨，这该给的给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这也太废了。我罪有应得。哎，刘芳，启东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你中午去看看他，给他送点吃的，安慰安慰他啊。铁子，启东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一猜他就喝多了。他呀就缺少点烈性，他什么时候喝酒不醉了，我看他就成才了。你倒是成才了，我看你也没喝多少酒。哎，对了，小敏这怎么整啊？不吃不喝的，非吵着让文平打断李小芳的腿，那就不要文平命吗？是，这事儿他找错人了，他找他二叔啊，他二叔喜欢干这事儿啊。就是，他三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三叔虽然不是好东西，但是有个好主意。什么？你快说说吧，文平都急疯了都。找咱妈呀，咱妈出马一个钉仨，我咋把老太太给忘了呢？我现在就接他去。他三叔真是好东西，就是不是人呢。鸡奶奶了。你刚才说的那事儿，是副队长安排的工作呢，还是求我帮忙呢？两者都有。林呐，妈，你来了，没心凉，小敏。敏，你看谁来了？奶奶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、哦！哎呀，真紧。奶奶。哎呀，敏呐，这两天啊，奶奶可想你了。闭上眼睛啊，你就来了；一闭眼睛，你就来了。我就想啊，准是我孙女啊，想吃奶奶的饺子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得，上菜市场买菜买肉。回来包饺子，咋地不能让我孙女馋着不是？哎，对，趁热快啊！来，我妈。哎，给我。筷子。给我。哎呀，你看，
来，奶奶给喂呗啊！看，又要一溜烟。奶奶，我不想吃。你都几天没吃饭了，还不想吃啊？吃一包。哎，这是奶奶特意给你包的。我不吃。刘芳，真没想到你能特意来看我。是孙磊让我来的，让我代表组织上慰问一下你，看看你是不是需要敬业。没那么严重，不就是多喝点。孙磊早上给我打电话，我那时候我脑瓜子还迷糊着呢，真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一个大男人喝点酒醉一醉有什么呀？我还喝醉过呢。你这人有时就这样，总把优点当缺点，老让女的不把你当男人看。不好意思。又来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不是不好意思，不没不好意思。你看看人家孙队，干什么事都特别像男人。啊，还有齐队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从来不唯唯诺诺的。你看你，遇到的事儿就拿不起来放不下的，你就不能学得干脆一点？要不，你就别干警察了。不，我一定要干警察，我这辈子就想当警察。真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倔的哈。你都敢喝醉，我有啥不敢倔的？行，还真的有点出息。那就饶了他了。谁呀？啊，你说开枪打你那个兔崽子，那咱不能饶。哎，咱也不能不吃饭，不是？不能为了这个事儿把胃饿坏了啊？啊？行，奶奶呀，也知道你是咽不下这口气儿，不吃饭。对，打今儿个起吧，奶奶就陪着你啊。妈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咱给他来个绝食。来，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妈？啊，妈，待着你的吧。哎哎哎，陪我孙女绝食。哎，我孙女不吃，他奶奶就不吃啊。哎，妈。妈呀。你看看你这么大岁数，你不吃不行啊！小米他年轻，他能扛得住，你哪能行呢？就是啊，哎，小米那是不懂事儿，他一时赌气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别劝了，谁也别劝了啊！我今儿个就是陪着我孙女，不吃。嗯，奶奶。嗯，你怎么能不吃呢？其实奶奶闻着味儿就馋了。可你不吃啊，你不吃奶奶就不吃，不吃。嗯，奶奶不吃。嗯，我吃。哎，这都是个好孙女。来，就是听话呀。来吃吧。妈呀，我跟你说，也就咱们家老太太像你说的出马就定脏。哎，就当年我爸火的时候，那脾气犟，我不行，发起火来谁也劝不了，只有老太太三下五除二摆平，整老头一点脾气都没有。行了，这回小敏的事儿算摆平了，完平了可以消停了。哎，齐铁，嫂子，啊，谢什么呀？我没费什么心，都一凡出的点子，那你得请啊。好，行，那晚上我们俩去啊。好好好，文平两口子晚上正式约请咱们俩吃饭。高兴了，高兴了。哎，齐队，哎，那个王家沟专案所来电话，怎么说是在那个破砖窑里头发现四支进口猎枪，什么型号？没说。我去。哎，你来来来来，有一个小六子，你知不知道？小六子啊，知道。你给我打听打听，现在看他出来之后在哪儿混的，啊？行。好嘞啊，把这个打。啊，好嘞。好。哎，啊。报告副队长，王启东现在已康复了。怎么样，启东？没事儿，挺好。走，跟我走。快点。
每天上下班还挺及时的啊，按时上班下班。那当然，工作就得有个工作的样。行，我看你劳教三年，你那点臭毛病还没改是吧？不是啊，我改了。我看你是不想改了。我想改，想改啊，叔叔，你听我说。谁是你叔叔啊？这不是尊称吗？说事儿。哎，说事儿，说事儿。我呢是真改了，我现在哪敢犯什么事儿啊，你看这不今天稍不留神就被那殷敏的发现了不是。哟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哎，你是哪个劳教所的？哎呦喂，婶儿。谁是你婶儿啊？哦，我这不是尊称吗？啊，我是黑嘴子那边的。您去过哪儿啊？那是我家呀。哟，您是教导员了吧？没错，他就是教导员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其实你那点事儿啊我们早就知道了，你说不说都一样，让你自己说出来呢是给你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，别耍滑头，要不然给你从重从快，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还行啊，政策知道挺清楚啊，你怎么能把我秘密都告诉他啊？哎，我交代，我交代，我全交代叔。好，好，好，到隔壁把你犯那点事儿全给我写出来。哎，啊，好，交代员好，交代员，快点，快点啊！行啊，齐队这亲戚多棒的呀！哎，齐队就在隔壁啊，就是啊，啊，我今天不找他啊。哎呀，你们挺闲啊，今天。没什么事儿，那咱们聊会儿天吧。啊，行。刚才那男的干嘛呢？惯偷，小六子出来肯定去找他们，就是不找他们三个，其中一个也知道是小六子下落，知道吧？去查吧。那我去查了。七队，他什么时候成你们家亲戚了？谁呀？他啊，说故事的。那哥们带他女儿上街不好好走道，到处撒美女，你知道吗？见了一个就跟一个。后来他女儿说：“爸，给我买个冰棍吃吧。”他都不理我。告诉你，突然他看着那女的进商店了，你知道吗？刚一女儿就跟着就跑，你知道吗？结果那门呐就那么高，他往进出，只听见“嘣”的一声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怎么着？啊，等他反过味来了，把孩子往下一放，一看孩子不会说话了，脑袋起这么大一青疙瘩。那扛的人不会是你吧？你骂我傻呀？嗯，那就是扛你那个人傻。啊呸！你爸才傻呢！都干活去。